对于房产经纪人呢，你肯定不陌生。我们就是在你买房、卖房和租房的时候提供服务的中间人。在众多的房产经纪人中，怎么做才能脱颖而出？我想通过这门课跟你分享一下贝壳积累的经验。你可能会有个问题，中国有那么多家房产经纪公司，为什么由贝壳来讲这门课呢？贝壳又是谁？提到贝壳或者贝壳找房 APP， 如果你对我们房产经纪行业有些了解啊，你可能会想到链家。确实，贝壳找房是从链家进化迭代来的，但是在贝壳上你能看到不止链家一家房产经纪公司，我们是一个给经纪人提供服务的开放协作的服务商。除了链家之外，还有200多个房地产经纪品牌在贝壳上进行交易和协作，比如21世纪不动产、德佑、富房等等。5万多家门店的50多万房产经纪人都在贝壳 APP 上为客户服务。听到这儿啊，你可能想，那是因为跟贝壳合作的经纪人足够多，贝壳品牌够大，才来讲这门课吗？不是的，是因为贝壳做了2件事，推动了房产经纪人的职业化，让他们的成长、经验积累、业务精进有了更大的空间。你知道啊，房产交易的周期长、金额大，新人开单承担的难度啊特别高，留下来很不容易。以前房产经纪人呢，经常是干不到半年就转行了。所以贝壳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建立了一个 ACN 机制，也叫经纪人合作网络，把一套房子漫长复杂的交易流程进行了拆分，一笔交易由很多个经纪人协作完成，单个经纪人的作业难度啊就降低了，还能根据在交易中的贡献啊拿到分成，这样一来经纪人就能稳定下来，不再把这个职业当做一个临时讨生活的跳板，而是开始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贝壳干的第二件事就是楼盘自点。早在2008年，链家就开始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实地去确认房源。之后啊，我们用了11年的时间，把它建成了一个拥有超过2亿套真实信息的房源数据库。有了楼盘自点，房产经纪人不能再利用假房源搞恶性竞争，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靠专业服务去赢得客户。做了这2件事啊，跟贝壳合作的经纪人，比如北京链家的经纪人，平均从业时间呢能达到4年以上，有的人甚至干了10年以上。我们在提升经纪人专业能力方面啊，也逐渐沉淀出了一些经验和方法，培训体系呢也越来越完善，职业化吸引了更多优秀的经纪人在跟我们合作。他们当中做的最好的，不仅业绩常年第一，客户满意度啊也是100%。这些优秀经纪人积累下来的业务经验也是贝壳的宝贵资源。贝壳希望把我们积累的经纪人职业化发展经验啊全都拿出来，通过这门课程分享给你。在这门课中啊，你会看到房产经纪人所面临的各种真难题。比如说，这门课不会讲租房，只会讲卖房，因为买卖房产的难度啊更高。而在房产买卖的业务当中呢，我们又挑选了最难的二手房销售。针对这些真难题，跟贝壳合作的高手是如何拆解应对的，我们都会为你详细展示。听到这里啊，你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我要学做房产业务的方法，那为什么不去学房产经纪公司的内部培训资料呢？这门课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跟你说啊，内部培训教材能帮你把业务做到合格，但这个课程啊，希望能交付给你精进业务能力的具体方法和提升路径，帮你更快完成从合格到优秀甚至到卓越的提升。即使你已经是个业务高手，相信其他高手的成交心法同样也值得你借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我不是房产经纪人，或者我也不想做房产经纪人，经纪人的经验对我有什么用？再者说，很多重复性的工作都在逐渐被技术 AI 替代，人的服务能力还有那么重要吗？我想跟你说的是，正是因为技术替代了人的部分工作，反倒是让人的服务能力成为了真正的竞争力。
怎么洞察需求，怎么高效沟通，怎么与人共情，怎么说服，怎么协同，什么时候争取，什么时候退让等等。而这些恰恰都是房产经纪人日常面对和反复沉淀的，也正是这门课要交付给你的。总有一些事啊，哪怕 AI 就能做，甚至比人做得好，但我们仍然希望是个真实的人来做的。总有一些事啊，哪怕已经高度职业化，但仍然会有优等生跑赢了行业平均值。每个行业啊，都有优等生。所以，无论你是或不是房产经纪人，是房产经纪新人，还是行业老人，我都欢迎你加入这门课程。最后啊，介绍下我自己。我是徐东华，入行20年，从业务一线做起，做过链家品牌中心的总监，现在是贝壳文化研究中心总经理，花桥校友会秘书长。早年的时候呢，我曾经编过一个8万字的培训教程，被大部分的初代经纪人当作基础教程。电视剧《安家》中徐姑姑的业务原型就取材于我。每年呢，我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经纪人以及门店管理者在一起。我太知道经纪人的困惑和挑战是什么了，也看过太多高手是怎么作业的。这一次呢，我带来了一众贝壳高手的经验，包括与我们合作的优秀经纪人、优秀门店管理者，以及花桥学堂、贝壳经济学堂的专业讲师，把我们最终沉淀下来的实战经验啊带到得到。衷心欢迎你加入这门课程。在发刊词里啊，我就说过，在贝壳上作业的房产经纪人呢有几十万，因为有链家多年的科学管理做支撑，再加上这几十万经纪人的最佳实践，我们沉淀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希望通过这门课呢分享给正在自我精进的房产经纪人们。但在正式开始课程之前呀，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儿，我们的经验是贝壳的经验。在贝壳看来啊，房产交易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贝壳需要解决的，另一部分是经纪人自己需要解决的。我们这门课程所讲的经验呢，针对的是后者。所以在正式开始课程之前啊，我先跟你说说贝壳用机制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既有助于你理解后面的课程，也能帮助你判断哪些经验对你是有用的。如果你是入行不久的房产经纪人，肯定会遇到恶性竞争的问题。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资源啊，被别人带去的客户成交了，好不容易给客户找到了一套他满意的房子，结果客户和别的经纪人签约了。这种行为呢，过去在行业里很常见，一旦遇到，那么你前面所做的所有工作就全都白费，一分佣金都拿不到。因为过去行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签约谁拿钱。既然恶性竞争让房产经纪人这么头疼，那你可能就会问了，是不是经纪人搞好保密工作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了呢？不是经纪人不想保密，而是他无能为力。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多数客户啊都不会只找一个经纪人，客户也希望经纪人之间比一比谁的服务更好，谁更专业。二手房销售的链条呢又很长，从开发房源拿到业主委托，到找到客户匹配带看，最后议价谈单撮合成交，三方签约，环节特别多，有一个环节没守住，那你的单子就有可能被别的经纪人抢走。比如说呢，一般你谈下一个业主，拿到房源委托，然后就开始满世界的找客户，除了带看，可能都不太跟业主联系了。但其实业主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可能他今天突然心里想，如果能尽快卖出去，其实便宜个十几万啊，也能接受。但你没有和他维护关系，就没办法及时的获取到这个信息。如果这时候有别的经纪人来带看，他得到了这个信息，那他就很可能抢在你前面签成这单。你可能总是想着要兼顾好买卖双方，但往往顾此失彼。你可能又会问了，既然每个经纪人都对恶性竞争的问题很头疼，都可能白忙一场，那能不能就不抢了，干脆合伙一起干？比如说你手里有套房子，业主着急出手，你就是找不到客户，而我手里有个客户对这套房子呢很感兴趣，咱俩能不能合作一起签约？这看起来啊很合乎情理吧，但实际操作当中呢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啊？我有客，你有房，咱俩不是应该一拍即合吗？话是这么说，
但中间啊隔着一大难题，就是佣金该怎么分。很明显啊，两个经纪人都有贡献，房源跟客源少了哪个，这笔交易啊都成不了。但要是对半分佣金啊，还是有人不愿意，总会有经纪人认为自己对成交的贡献更大，应该多分点。两个经纪人一旦为了分成而起了争执，经常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贡献大小啊很难量化，不容易说清楚。退一步说呢，就算是你心胸开阔，不计较佣金分成，跟另一个经纪人把合作都谈妥了，你还会担心对方能说到做到吗？把我的那份佣金真的会给我吗？一旦看人看走了眼，那你就只能自己打碎了门牙往肚里咽了。所以对经纪人来说啊，信任另一个经纪人啊太难了，合作更难，所以很难把合作当作首选项，只能尽量把更多的资源啊攥在自己的手里。你可能也听明白了，经纪人之间的竞争是长期存在的，如果没有秩序，那就没办法合作。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经纪人之间啊彼此不信任，而且更关键的是，光靠经纪人自己，即使想彼此信任，也很难实现。那该怎么办呢？贝壳就用一套叫 ACN 的机制，把经纪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解决了。什么是 ACN 机制呢？说到底啊，它就是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套协议。这套协议规定了大家该如何协作，利益如何分配。如果大家都认可并遵守这套规则，就可以在这个机制里有序高效地去协作。那么这套机制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啊，他通过划分角色，给每个角色制定收益占比，解决了佣金划分的问题，这个经纪人间建立信任的最大障碍就被解决了。过去呢，只有签约的人才能拿到佣金，也就是只有进行到了签约这一步才能拿到钱，否则前面做了多少努力啊，只要签约人不是你，那就都白干。我们通过角色划分、佣金分配机制解决了这个问题。一笔交易当中，经纪人有贡献就有收获，比如你代理了一套房源，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客户，这些贡献啊都会被贝壳记录，即使最后不是你促成的交易，成交之后啊都能按贡献度拿到相应比例的佣金，这样经纪人就不用担心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了。但这样啊还是不足以让经纪人之间建立信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总会存在竞争，所以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我们写了大概有20多万字的协议，能标准化的东西啊都写成了规范，并且写入了系统，最大程度上规范经纪人的行为。所以在这里的经纪人都认可并遵守这一套规则，这就解决了经纪人之间没法互信的问题。虽然贝壳会记录每个人的贡献，但实际交易情况啊要比规则复杂得多，经纪人之间呢还是会发生利益冲突。那怎么解决呢？我们建立了一个线下的陪审团，由他们来裁定这些复杂的冲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经纪人呢，他带一位女士去看了房子，而另一位经纪人带一位男士也看了这套房子，直到签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俩人呀是夫妻。那这个佣金到底应该给哪个经纪人呢？这个时候就是陪审团制度来做判断了，大家坐在一起描述事实，由陪审团来裁定业绩分给谁。拿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经纪人是要举证的，是谁最先联系到的客户，然后就是要看到底谁在最后的成交当中做了最大的贡献。如果你当时已经说服了这位先生买的，他是最先看的，先生也同时告诉了太太，但是因为我们内部的规则不能对抗人家是夫妻的这个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会裁定佣金归属带先生看房的那一方经纪人。但有时候呢，也会更进一步的判定到底是不是双方都有贡献呢？如果说先生和太太之间并没有互相通气，但是两人回去之后一商量看到的是同一套，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会判定两个人都有贡献。但不管谁的贡献更大啊，这样的机制下在冲突发生时可以给出相对公平的裁决，来保障经纪人的利益。有了规则，与贝壳合作的经纪人的行为啊就能做到规范统一，发生冲突时还有陪审团制度能保障经纪人的利益，这就让经纪人相信自己只要做了工作，对成交做了贡献，就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贡献啊不会被其他经纪人抢走。
这样的话呢，经纪人自然也就可以打消对于合作的顾虑，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举个例子啊，假如我很擅长给业主讲营销方案，见了10个业主，8个业主都愿意把房子委托给我，那我就可以专注于开拓房源呀。获得委托之后呢，我把房源录入系统，房源进入系统之后啊，其他经纪人就会看到 B 经纪人给我的房源做了进一步的包装，而 C 经纪人呢带客户去看了这个房子，最后是 D 经纪人顺利撮合买卖双方签约，过程当中呢还有其他的经纪人负责走贷款流程啊、过户流程等等。但还有一个问题，经纪人各做各的，房产交易流程又那么长，怎么确保流程的每个部分都能顺利完成呢？在 ACN 这个协作网络上啊，我们把整个交易流程划分成了10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啊都可以由不同的经纪人来完成，确保整个交易流程是可以顺畅完成的。但有一个规则，就是在一笔交易当中啊，如果你已经担任了和房源方相关的角色，原则上呢就不能再担任客源方角色，以免出现经纪人偏袒一方的情况。这样呢实际上是帮助经纪人进行了精细化分工，一个优秀的经纪人选择自己擅长的环节，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效率就会提高，相比一个人完成全流程啊，交易效率也会大大的改善。刚才我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贝壳怎么用自己的机制来帮助经纪人解决相互间的信任问题，帮助经纪人更好的合作。因为协作流程是清晰的，你不用费力把所有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专注的去完成好其中一个环节。因为利益分配规则是清晰的，你呢也就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单子被别的合作伙伴撬走了。那房产经纪人还要做什么呢？有了贝壳之后，经纪人之间就不做竞争了吗？当然不是了，大家要比拼的是服务能力，是专业能力。当贝壳把经纪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解决之后呢，大家面对一样透明的信息，房产经纪人之间还能比拼什么呢？谁更会讨客户喜欢？谁更会耍小聪明吗？谁能把一套差的房源忽悠出去吗？一定不是的。未来啊，经纪人们比拼的就是专业能力，或者更准确的说呢，就是服务客户的专业能力，就是谁能赢得业主的信任，只放心的把房子交给你卖，谁能抓准客户的需求，找到对方想要的房子，谁能不靠谈单技巧帮助客户去理性决策，谁能不满足于现状，持续不断的去积累资源，迭代自身的专业能力呢？这四个方面啊，就是贝壳眼中一个房产经纪人的精进路径，也是我们后面课程的展开方式。希望你成为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房产经纪人。下一讲我们正式开始。